来，各位行，请起立。今日，请坐。啊，各位同心，大家早安，阿个午安，那袂使啦吼。哦，真简单，毋捌看过遮济人吼，啊，搁一间教室坐袂甜，搁坐到对面去吼。啊，咱拢初级班有上过啦吼，啊嘛是有人对美国转来，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初级班无在了上，先来上高级班，后摆再搁补初级班。哦，有这个经验人举手。哦，了解哦，好，多谢多谢。所以咱整个的这个民政府，即马过来变作台湾政府吼，而即个讲这么solid顶翘翘啦，的顶翘翘理论吼，啊，拢唔是咧五四三吼，我想渐渐受到所有台湾人的认同甲接受吼。啊，初级班有上过人吼，琉球的故事知影无？啊？唔知？诶、欸？初级班老上过，应该琉球上界重要的，咱咧讲，常咧讲琉球魔术，捌听过无？有啦吼。啊，我想讲吼，啊，大家拢听过啊吼。啊，即卖要讲琉球的故事吼，啊，是要对倒位讲起啦？搁讲一遍，搁讲一遍都无进步啊！这高级班呢，然后加强。好来，咱先复习一下啦吼。哎，上远啊！好，试看麦。哦，咱先复习一摆吼，这个部分应该拢总是初级班拢爱知啊。哦，琉球伫战争以后，美国人登陆琉球吼、哦，咱知影讲有一个琉球登陆战嘛。哦，啊，所以美国人登陆琉球了后，哦，伫1941年四月七，啊，就马上成立琉球列岛美国军政府。哈、哦，啊，过来几个月后，四个月后成立。冲绳咨询议会，这拢知影吧？捌听过啦吼。咱阁升这个部分，阁再 review 一摆吼。啊，阁来第三个阶段，1946年四月二日成立冲绳民政当局。哦，阁来伫奄美群岛甲北部南西诸岛成立民政厅，哎对不？后来阁来哦，1947年3月2日古宫民政府伫其他的岛就成立民政府吼。啊，所以阁来。1950年临时琉球咨询议会，这即嘛就变作讲专琉球的啊吼，包括其他的都拢总吼。啊，伫第七个阶段，这阶段嘛真重要吼，讲成立一个琉球列岛美国民政府。伫这个阶段发什么物件？琉球人的证件吼，伊个顶管写黄色迄本吼，顶管写迄个身份证明，啊下骹写旅行证件吼，迄个琉球人。咱即嘛咧拼就是咧拼这吼，啊过来。第八个，1952年四月七，琉球临时中央政府。过来第九个阶段，1952年四月七，琉球政府。琉球人拼偌久？几冬？七冬。啊，咱台湾民政府拼偌久？5冬。五冬有啥物成就？台湾民政府怎啊变成台湾政府？所以咱就拼死无。哈来哦，这拢初级班的哦，哦，初级班这已经上过吼、哦，啊，所以我想讲，咱会使阁对琉球整体故事吼、哦，啊，甲各位报告一摆啦吼，啊，包括迄个登陆战是安怎拍的吼、哦，真精彩啦，我个人感觉真新鲜吼，所以阁进一步对琉球的问题，咱阁来甲看卖吼、哦，好，琉球模式，第一个叫做占领，第二个叫做托管，第三个叫做主敌。然后才最终的决定。啊，其实伫这个四个步骤内底吼，拢总是占领啦。啊，你占领这两字吼，常都会放误解。讲占领，啊，就占起来、领起来，啊，就是伊个啊。哦，所以这个叫做中文这两字占领吼，常常会被误解。但是伫真正迄款英语内底意思，迄是战争要结束。啊，是战争结束了后，迄、那个整个的战场的处理，
哦，包括讲托管，包括讲主题，包括最后最终决定，这其实是拢包含你占领。但是占领安怎？占领可以移转主权吗？哦哦，即马大家拢足清楚吼，占领袂使移转主权，所以这个中间这物件内底，参主权拢无关系。都在最终决定，包括讲旧金山内底安怎要求吼、哦，啊，包括最后尊重琉球人的意见。哦，咱知影讲最后故事是1972年5月，用公投吗？用公投是吧？哦哦，琉球的故事不是用公投，是用什么？用协商，用协商的方式，琉球人甘愿搁归登日本。哦，迄就是琉球大概的故事啦，哈、哦。好。哦，这即马足济吼，啊，看这足烦的吼，啊，但是咱大概甲看一个有一个印象吼，所以琉球古早是安怎安尼吼，咱有一个大概印象，但一个重点就是讲，琉球早期一时啊，甲迄个清朝进贡，甚至会使阁砍断甲明朝吼，啊，但是咱知影讲，1872年、1879年有两摆琉球处分，哦，啊，琉球怎并入日本吼？大概是安尼啦吼，但迄个讲原来参中国有关系，但是尾啊伫近代诶，即正百当以上，拢总是参日本有关系吼。后来咱大概甲看一下，紧来甲看一下吼。哦，东条就有啊啦吼，讲啥物用啥物一个人去遐传播佛教啦吼。啊，过来迄个建立一个顺天王朝，这是迄个琉球人吼，第一个朝代吼。过来一个英祖，无要紧，即咱大概看过，都紧来看过都吼。好，好啦，明太祖前一个啥物昭义三山吼，查入。明朝的代志吼，过来1383年，这就渐渐进入伫迄个十四世纪吼。十四世纪的尾啊，这个中间伊就成为了做中山国，中间一个中山国吼，啊南边一个南山国，啊佫一个北山国，所谓三山的王朝对遐开始的。哦啊，这个三，等下咱有想吼，这个，哦安。这是北山国，吼、哦，这是中山国，对咱即卖咧讲，奥基纳瓦遮，过来下骹遮啊一个南山国啦，哦，所以分三个国吼，好、哦，哦啊，过来明朝册封上巴治为王，改国号中山，然后这就是琉球的由来吼、哦，好了，哦，过来这个首里城开始乱啦，被全毁上顶顶吼，后来过来。那个琉球本岛内底啊，开始咧乱得乱得乱吼，到尾啊，到当时吼，到当时，那唔对啦，哦，这个首里门，咱即摆去原来有看到吼，等下我有相片互恁看，恁若去琉球，你就看到这個。所以其实伫较早的时阵，包括讲东条小可有关系，明朝有搁较有关系，啊，明朝有受到。琉球有时阵明朝的册封，因为逐当都爱去甲朝贡吼，啊，参日本的关系是较尾啊吼。好，过来，哦，即、這个讲1605年啊，韩琦传入琉球啦吼。哦，啊，即摆过来1609年，萨摩的鹿儿岛，萨摩藩吼，啊，侵入琉球，啊，即、這個、上林王去予萨摩甲掠，甲俘虏到个鹿儿岛吼。啊，即摆过来渐渐参。日本的关系就愈来愈深啊！哈，1632年，琉球王府去萨摩藩占领的岛屿，建立馆舍哈。好，过来1634年，琉球国开始向日本江户幕府派遣庆贺使，原来拢总是参中国，原来有参高丽哦，参韩国，拢在甲朝贡吼。啊，伫迄个17世纪以后，渐渐就参日本并在一起哈。所以1636年，琉球王国的这个称号。叫萨摩藩，甲波德甲改做琉球国司，或者变作一个地方政府吼。啊，再过来遮，伫来遮无要紧吼。好，首先首里城其实是烧过几啊摆啦，战争也有，火烧也有吼。啊，但你即摆你来去琉球参观迄首里城，是尾下才去的，所以真新阁真水吼。后来再过来遮无要紧吼。后来过来重要伫遮好啦，过来18世纪啊，你要进入19世纪啊。后英国人来啊，吼、哦，啊，迄个日本吼、哦，伫1872年，吼、哦，伫遮，咱讲解下遮。1872年，日本废琉球国为琉球藩，迫使琉球与清朝断绝关系，接着所谓琉球处分啦。啊，这真心性吼、
琉球其实咱知影讲啊，长长啊，一条太长吼，几千公里的吼。啊，琉球人小小的岛，啊，伫这头前有一个韩国吼，啊，岛礁边这边中国吼，啊，这个、正洲边这边还有一个日本。啊，夹伫这个所在，其实咱知影讲琉球人伫过去的要求生存真辛苦啦。哦，一时啊爱甲中国吵讲吼，啊时啊爱甲迄个韩国吵讲，啊时啊都爱搁甲日本吵讲吼，啊尾啊日本因为较近的关系等等吼。当然咱知影讲，迄、那个伫迄个十七世纪，还是讲十六世纪吼，迄款讲领土的并吞，伫迄个时阵的环境是真济即款情形啦吼。啊所以真正讲对外搁开始有着法国人也来啊，匈牙利的人也来啊。啊，这个什么马修佩里也来啊，哦，啊，佫参琉球定调呀，所以伫这个对外的关系吼，渐渐琉球就跨起来吼，所以1872年到尾啊，日本废琉球为琉球藩，迫使琉球与清朝断绝关系，所以对1872年吼，这是第一摆琉球出分，第二摆就1879年吼，1879年正式废除琉球藩，改为冲绳县，就是第二次的琉球出分啦。所以吼、哦，我甲各位报告吼、哦，琉球伫这个较早期哦，甚至才到下个呢第八世纪的时吼、哦，啊后来十几世纪一直到19世纪了后，才参日本规个拢结做伙。所以到今仔日吼，迄个中国还在讲钓鱼台事的哦，啊其实各位我甲各位报告吼、哦，伫迄个开罗会议的时吼、哦，罗斯福有两摆甲蒋介石讲。讲哦，啊，诶，是咧吼，伫迄个开罗会议吼，是咧开罗会议诶，伫开会中间吼，本来有咧讲台湾要归还中国，也是讲蒋介石中国要讨台湾嘛吼，即大家知影吼。啊，其实有两摆罗斯福正式甲蒋介石讲看会当琉球原来先煞割互你无？哦，大概美国知影这段历史啦。国家古早参中国关系真密切，哦，但对十八世纪转参日本国家密切，哦，啊，日本正式就加设置这个叫做冲绳县，吼、哦，所以其实美国知影这个历史，所以有咧甲蒋介石问讲，啊，无你若爱琉球，我先煞挂你，结果蒋介石唔敢答应，蒋介石提提嘟嘟跟人讲，我想吼，上好是安那中美共管啦，哦，用这个方式吼、哦，所以。最近哦，哦，中国一边骂蒋介石骂到要死哦，讲啊，人都要挂乎你啊，啊，你搁在咧什么安怎七步八步啊，今仔才才争琉球，卖讲啊，干那争一个钓鱼台，啊，都遐艰苦啊吼。所以蒋介石伫两摆机会当中失去吼，啊，你即真无法度啦吼。伫迄个安尼整个列强内底，啊，你迄个较弱势诶即个所在诶人吼，真侪代志无法度家己注意哦，这个很遗憾哦。啊，即摆过来就是。开始变作1879年，吼、哦，对咱咧讲个琉球出分，第二摆琉球出分，就是将琉球湾改做冲绳县，然后即个上太王吼、哦，啊，请伊去住东京啦，所以是没有流血诶，迄个情形吼、哦，啊，但将迄个琉球的国王啊请伊去东京，啊，才规个甲编入琉球县吼、哦，所以叫做大日本帝国冲绳县的时代，对1879年甲1945年，所以今仔日的迄个。迄、那个安倍晋三哦，都讲啊，遮久啊，对1879年到即嘛，哦，琉球是阮咧管啦，钓鱼台是阮咧管啦，都无人咧讲话，啊，即嘛看到石鱼才起来摇把叉，哦，这是真心塞啦吼。好、哦，啊，即嘛过来渐渐日本人来了啊吼，即、這個、整个琉球就慢慢现代化，哦，所以日本皇太子因皇欧伫那霸港停留伫1921年吼、哦，所以伫即个中间，整个真正现代化就是参日本合作了啊吼。啊，当然这场。参台湾有一点点啊，小发生啦。哦，咱知讲台湾是去哦马关条约挂日本的，啊，当日本人来的时候，抗争也很大呢，吼、哦。咱知影咱的秘书长在讲吼，讲整个台湾的主权架构是伫日本人的手完成的。哦，原来清朝干那这個西半部的沿海这条，哦，迄张图咱有看吼，台湾为甲变一尾虫，迄张图吼。啊，所以日本人来两个身份，一个是英格兰取得的领土。另外，中央山脉以东是因安怎取得领土？征服，也就是征服了哈。因征服取得了领土，所以伫日本人的手，整个架构才起来。所以都开始也是抗争也很厉害呢，吼、哦。除了讲，迄个，那规个要征服这个东半部
这个战争以外吼，啊零星星的抵抗嘛足济吼，咱知到尾啊，1930年还有塞德克巴莱吼等等，但是到尾啊吼，40-50年后吼，台湾人对日本的文化的认同甲融入变得非常深啦、啊。大家嘛感觉真奇怪吼，我日本人啊，愈来是文化无同款，啊腔口无同款。哦，啊，伊是甲咱殖民，咱是被殖民的。哦，应该咱会对讲，哦，长期直直甲反攻，直直甲拼，直直甲拼。初期有，但是到尾啊，迄、那个讲对日本文化的认同跟融入，已经变甲非常深吼。迄、哦、个是安怎讲？咱的老一辈，然后经过两代以上的人，到今仔日在遐咧笑笑念念，日本时代安怎？日本时代安怎？捌听过嘛吼、哦？所以迄个经过变化，琉球原来有这款的倾向，开始受中国影响。到尾啊，日本，咱甲看起来，迄嘛是等于一款嘞强势的并吞嘞。我若强势的并吞，迄款琉球人应该反抗个真厉害。哦，但是了后，到尾啊，斗阵了后，发现讲，日本的文化啊，甲这个认同啊，甲融入，同款参台湾人同款，变得非常深吼、哦。所以到尾战后，无得个因有机会讲，来尊重恁的意见。何去何从？尊重你的意见。伫1972年吼，结果琉球人甘愿阁转去日本。哦，咱嘛知影讲，还阁有啦，还阁有一挂琉球人要求要独立，要独立，原来有吼。但是伫咧大多数的人对日本的文化，迄、那个认同甲融入，我一直强调这吼，认同甲融入已经非常深吼。所以即马琉球赶快阁变作日本籍的琉球人。好，咱即马吼，对遮啦，故事爱对遮开始吼。1945年冲绳岛战役，美军占领琉球岛。1945，拄只咱第一张图出来吼。1945当时爬去琉球，4月7，我原来我家己的认知吼，想讲迄个占领吼，一定是战争停止啊。哦，啊，征服者的军队开起来啊，哦，开始占领啊，哦啊，开始在迄个责任在维持当地社会秩序啊。哦，阿无掉伫第一时间，当地还有零星的抵抗吼、哦，比如讲来自民间、来自军方吼、哦，所以真不得已，第一时间迄、那个占领的第一时间都要用武力弥平，哦，这个问题应该是有吼、哦，但是尾啊，我搁认真搁来甲敲锤吼，啊，尤其是讲要讲琉球的故事，搁甲看卖咧吼，唔是安尼哦，1945年4月1号，其实是要你收台了、哦，这就是已经美国去的代志吼，所以1945年4月1号是美军登陆琉球，琉球登陆战当时开始拍，1945年3月26号开始拍，所以1945年迄个3月2日吼，迄日甲1945年4月7，迄是拄拄啊登陆了，哦，所以琉球的故事就是战争啊咧拍，美军去了后，马上就底下成立军政府。美国军政府哦，拄只咱看顶会记得无？第一项哦，4月7，啊，第二项八月二十左右吼，8月20，所以简单讲，有人咧问讲啊，军政府是伫倒位？是伫国防部对一间办公室？我甲各位报告吼，美国军政府不是一个常设机构啦，哦，但是若任何有小战发生的时，有战争发生的时，美国。第一时间马上在当地会成立美国军政府，哦，因为讲要维持当地的社会秩序，包括战争的怎拍，啊，但是迄个已经拍起来所在，一定都要有一个军政府底下，无得个用较严的法律来处理真侪代志，哦，但是迄个讲对间谍的一个管理哈、哦，所以这是美国来了哈，一寡伫琉球的措施了哈，好，1948年发行米型军票，米型军票是啥物？好了，美国去了哦。1948年，迄、那个美，咱知影讲琉球登陆战的迄个结束是1945年6月22号。哦，所以讲有人讲87日啦哈。啊，所以去了哈，开始成立军政府了，美国就发行所谓米型军票。所以咱的迄个秘书店常咧讲吼，讲咱民政府若起来，迄、那个美国军政府若起来。咱台票要1元换40万，捌听过无？迄是有炮哦，有迄个炮哦，哦，因为
包括银票，包括那个纸钞哈，尽管譬如讲印中华民国，那个也是一个主权的象征呢。哦，啊，所以即摆改掉嘛，大家哦，比心里面新的泡起来啊，伊会使甲否认，会使发行新的钞票，迄就是所谓主权的象征。所以美国去了哈，一票袂使用，用 B 型军票。啊，这个 B 型军票当然要过一个 A 型了哈，应该有了哈。这个 A 型军票跟 B 型军票无同款，就是 A 型军票是干那美军内底流通尔，基本上袂使流出来民间。啊，但是 B 型军票你都要用一票去换哦，伫民间就开始流通啊哈。啊，这个 B 型军票哦，美国人无遐要求啦，无迄个四万给你换一块啦。哦，美国人迄阵啊，伫琉球发行 B 型军票哦，是一比一点二开始。1.2、1.3，尾下个表示1.6，吼是安尼看看来，无可能讲一摆要收来4万，甲你换一块银票，你担一担啊去参与换吼。所以美国底下因为变化的关系，所以原来的那个货币拢总爱改吼。所以这个美型军票吼，一直到当时才废止吼，诶，搁改款吼，这都是军票吼，当时的军票吼，十钱啦、50钱啦、20块啦、100元啦、100吼。啊，10块千，上大是1000块啦。啊，只拍是美有无？哦，这都唔是日元啦、啊。哦，就是去得了、哦。啊，美国伫这个货币上用这个方式来处理哈、哦。啊，过来，虽然讲，咱知影讲，1951年9月8号啊，才成立，才签订迄个旧金山合约哈、哦。但是过来51年啊，就甲成立一个琉球大学。过过1952年，咱头拄仔看到琉球政府正式成立，吼、哦，将行政权完全交行伫琉球人个手，迄就是拢照战争法一步来了，吼、哦。啊，这个所在1970年，咱知影吼，哇，琉球独立党成立，吼、哦，咱知影讲琉球即摆嘛要有真侪人咧要求独立啦。哦，啊，但是包括讲独立也好，还是讲成立一个新国家也好，我想你考量个问题吼，唔、哦、是干那凭着血气之勇，你一定要考虑真侪啦。我想吼。哦所以咱即摆咱真强调讲，咱是地位正常化，哦，咱要求二次世界大战要未解决台湾的问题，而即个法律的路，咱对头搁行一摆，行好势。啊，至于未来何去何从，可能都要由咱的后代去决定吼、哦。来，1972年，美国将琉球群岛移交日本管理。72年哈、哦，透过协商哈、哦，好，这拢是咱应该是，好来。在美国的助理期间，就咱遐在看过哈。好，好，过来，1972年到今仔日啦哈。这都已经交行了，交行日本吼，啊，然后就变作冲绳，拢无个讲迄个琉球啊哈。啊，1992年这个首里修了了，啊，这个正殿恢复哈，所以首里个顶顶哈，单轨电车看起来哈，啊。加有写讲，2008年琉球独立党改名改做加利吉俱乐部了哈，啊，不要说变做俱乐部。好，我今仔日重点是琉球历史，大概一个观念就好。哦，再讲啊，较早参中国较密切，啊，过来日本正式合并变做日本的，哦啊，过来咱的重点，因为咱拢都是伫。战争法内底，啊咧讨论台湾的问题，所以我咧想讲琉球登陆战吼，来甲各位报告较详细一撮啦哈。好，哦，这哈，1945年3月23，有人讲26哈，啊1945年6月22，所以这个中间吼，因讲有人讲87日，有人讲90日啦，整个战争吼。啊，这个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的总司令啦，尼米兹上将哈，尼米兹你捌听过？航空母舰就是尼米兹号吧，就是用伊个名吼，就是用伊个名。啊，哦，啊，这就是日本的首，迄个琉球的首，总指挥吼，啊，这牛岛满吼，所以恁有看吼，1887年7月30日出世吼，1945年6月2日，咱甲看到倒来，6月2日就是琉球登陆战的结束。哦，所以6月2日就是琉球拢投降啊，输啊。哦，所以这个牛岛满吼，伊伫6月2日去世，您知安怎去世的无？切腹自杀。哦，
既然失败啊，我终究一关我负责。切腹自杀，啊，伊切腹自杀，佫有故事啦。原来伊有一个副官吼，上迄个上校的副官吼，做伙要参伊做伙切腹。伊甲伊副官讲，讲你袂使，你袂使自杀，哦，你即摆工课就是我的头壳甲粘起来。哦，你转日本人是，啊头壳才粘起来嘛吼。你的工课是即摆头壳甲粘起来，然后你爱留落来。你留下来爱将所有的琉球的琉球的故事，甲世间人讲，哦，所以后来这个上校，伊真正留下来哈，啊，叫日本人抓去，以后写真侪册吼，有关琉球战争的真侪册。所以咱知影讲，第二次世界大战吼，日本真的很悲壮吼。等下咱结束以前，我甲各位报告讲吼，啊，日本参美国拍甲遐遐凄惨吼，啊，美国嘛安尼真正嘛受大伤吼，啊，应该是仇恨会非常大吼。但是到尾哈，美国的定义是日本真是一个可敬的敌人呐。哦，咱等下甲各位报告哈。好，啊，这人什么人？也是伊藤整一哈，伊的海军大将，大和舰的司令官，读耶鲁的，伊去美国留学，读耶鲁的哈。啊，伊就是到尾啊，大和舰伫个冲绳战役内底的时阵哈，大和舰开出去，但真可惜哈，迄个因为。顶管的迄个副舰机吼，已经差不多无啊吼。日本拍到尾啊，真正真辛苦吼，物质资源差不多拢无啊吼。啊，副卫机我的资料是讲，拢总才十五架啦。顶管要甲副卫一个航空母舰的战斗群，讲讲十五架吼。所以尾啊，大和舰伫这个冲绳战役就被击沉咯，叫美国轰点去吼。啊，这个人吼，伫要出门，要去登顶去哩大和舰啊，要参加冲绳战役时，甲因某安怎讲？甲因某讲，若战败，无资格去踏入这个家门。甲因某安尼讲，我想因某一定听了一定直直哭吼。啊，然后吼，迄个离开厝了吼，写遗书，写伊的遗书。伊拢总三个查某囝，一个后生。啊，写遗书吼，伊敢若写三封，拢总写给查某囝，无写给后生。因为是安怎？因为伊个囝已经伫咱咧讲个做特工队的神风特工队的预备队员，所以想我遗书甲查某囝交代倒，我个囝已经伫即个航空航诶迄个神风特工队的预备队员吼，伊原来死啦，哦，我无得来抓我个囝先死吼，啊，我个囝一定会死，所以遗书无写互因囝，结果恁知安怎无？尾啊吼，大和舰出去，迄个预备役，而且特工队，这个伊藤整一个囝吼，原来是预备队，到尾啊人派甲拢无啊吼，怎啊原来共款，伫迄十五只副卫迄个迄个特工队战机吼，伫迄个大和舰的顶管，但是因老爸伫下较毋知影因囝伫顶管伫甲副卫，哦啊，但是尾啊吼，大和舰沉落，啊因囝嘛将。迄架飞机嘛叫用拍落，所以因囝嘛死。啊死吼，迄、那个死亡的通知单吼，佫拄到了阿爸爸甲囝，拢总同迄日通知到伊个家属，通知个家属。所以日本的这个整个的战争吼，真正有足侪故事吼，你听着真正会非常动容吼。讲即款的军人吼，啊即款的精神到底是安怎培养出来？这个叫伊藤整一吼，是大和舰的司令官。啊，大和舰是当时全世界吨位上悬的，差不多八万吨，诶，上盖悬的吼，上盖重的。但大和舰成立了吼，并无讲有非常显赫的战功啦。伊迄个炮吼，上大机的炮会使拍三公里吼，但是大部分拢是伫后勤。啊，但真正讲要出来伫第一线，要参加战争，就是冲绳岛，结果就全被炸沉吼。好，这就是第32军指挥官全体合作，这是拢指挥官哦，这不是兵啊，拢总是指挥官吼。啊，这32军吼，原来是第九师，啊，听讲这个第九师是非常勇敢的吼。啊，不过战争的开始进程，陆军总部将这个第九师甲调来台湾，鸟岛蛮真不欢喜，讲要收留其实已经这困难啦，人都咧少啊。啊！你迄个上精锐的地高师，搁甲调来台湾，啊，人都搁较少啊。
哦，所以尾啊，咱知影讲尾啊，这牛岛满吼，伫第一时间怎啊采取一款说口袋战术啦，就是讲美军起来时登陆的时，我无要惊，无要动你，啊是美军伫海底时，我无要动你。然后你起来了后，我口袋战术规个拢该收收起来，所以力量才决战安尼吼。所以因为人无够的关系吼，迄、那个牛岛满不得已就用这个方式。所以地高师调来伫台湾，我想大概完啊。当时的陆军总部，我那想，啊，若万一美国拍台湾，啊，台湾无兵嘛袂使吼，可能有这个事考虑啦吼，所以才调一个地高师来吼。好，哦，这是当时吼，迄个琉球的小朋友啦囡仔吼，所以参台湾早期嘛作成的吼，用爱汤加膏作成的吼。好，过来，因为这个资料是太平洋火山列岛及琉球群岛的迄个统计啦吼。啊，所以伊这写是一月甲六月，吼、哦，就战争的尾期吼，一月甲六月。所以太平洋火山列岛包括硫磺岛，吼、哦，啊，包括塞班岛，吼、哦，啊，佫包括中途岛，哦，啊，当然菲律宾嘛包括在内，哦，啊，佮上盖尾啊最大的战役就是迄个琉球的战役吼、哦。当然咱知影盟国，迄个同盟国赢吼、哦，所以参战的几个美国、英国、加拿大、纽西兰，这应该是纽西兰的哈。纽西兰嘛哈，纽西兰哈，啊个澳洲，吼啊个日本，然后边有写是记者哈，或者十字哈，迄种间隙去啊，拢是间隙哈，所以这个嘛间隙，这个嘛间隙，这个嘛间隙，吼啊这个嘛间隙，这个嘛间隙，啊这个无死啦哈，啊美国敢若死一个将军，就是巴克纳，吼伫战迄个战争的过程吼，所以这个是硫磺岛哈。硫磺岛不是咱今日要讲的故事了哈，啊，这牛岛满就是拄只咧个国会报告的七百自杀，你的工过是头壳甲斩掉，你的留落来写经过的故事，甲世间人交代哈。啊，这长勇这嘛七百自杀，这两个哈拢总是牛岛满的副官，啊，听讲这个人较激进啦，吼、哦，较冲，较，啊，这个八元博通哦，那像秘书的性质的人，所以到尾啊，拄只咧讲。牛岛满一个副官，伊要求讲你都要活来，就这个人八元博通了哈，歹势哈。啊，所以尾啊变作俘虏，啊俘虏了，伊才将所有的故事拢写来哈，写真侪本册哈。啊，伊藤整一拄则甲各位报告啊，大和舰的舰队司令要出门的时，甲爷某讲，我若战败，我无面通阁踏入这个家门，迄就是我那存着必死的决心哈。啊，这个一个叫做雨虹禅啦哈，这差不多差不多派单哦。但这个人哈，伊的举水特工队的司令官啦。举水特工队是啥物？就是神风特工队啦。尾啊，为着冲绳的这个战役哈，日本差不多用尽所有资源，拢总发动11次的迄个特工的迄个神风特工队哈。啊，但是咱知影讲，神风特工队这个观念哈，我等下给各位报告哈。想出来第一次用是用在菲律宾的战争，而且在菲律宾第一次用出来的时候，哇效果很好，因为美国没想到他会来这家，所以在菲律宾的战役里面，第一次神风特工队自杀飞机一起来，都有三台的航空母舰不敢叫炸沉去，但是后来美国知道，我知道你是日本人来这部，所以迄个空中的护卫机变足济吼，啊，所以你拿迄个自杀机起来吼，啊，伫空中就定来去用拍落来，啊，你就无机会好对迄个航空母舰甲破坏吼，所以尾啊吼，日本人牺牲足济，啊，伫迄个真正的琉球岛迄个战役内底吼，用神风特工队死真济少年人吼，但是对所有的航空母舰哦，拢敢若受伤尔啦，其中一只上严重是拍一个无法度用啊。拖登珍珠港，哦，怎啊退出战场？啊，剩的两家是受伤，但是没有把它炸沉。我啊，拄则咧讲迄菲律宾的战役，迄是炸沉，将迄个航空母舰炸甲拢沉去吼。啊，但是伫这冲绳岛的战役，啊，就无法度啊，吼，因为就迄个美国人有防备吼。啊，这个西蒙巴克，这巴克呐，这个美国将军吼，其实是战事伫要结束啊，啊，这叫日本兵。伊咧巡视的时候，去动情哦，才死去哦。所以，这拢总是将军吼，这嘛拢将军吼。所以，日本死这侪将军，
美国死一个吼。啊，这个古川启藏哦，这是完啦，这个无死啦。伊这个是当时是做迄个大和舰，而且巡洋护卫舰吼。啊，但是叫炸点嘞，船炸点嘞，伊家己无死到落水吼，啊，尾后有甲救回来吼。所以战场内底他并没有去世吼。好，所以整个诶这个太平洋的大战吼。美国拢总19,840人阵亡或失踪，50,000将近60,000的人受伤，啊30,000几非战斗损失吼，啊这个军舰628艘，哦去日本炸点，然后飞机安尼吼，当然日本的死伤也无较少啦吼，这90,000几，啊17,000吼，啊7,000几的去俘虏吼，21架舰艇被炸沉吼。啊，3,000几架飞机被击落，啊，当然平民因为登陆战的关系，所以平民啊死伤足济吼。所以咱今日讲，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什么意思？哦，咱必须要讲足济摆哦。啊，这嘛是就是咱的迄个理论内底一个足重要的观念哦。什么叫做主要占领全国？知影无？啊？不是讲那战胜国啦吼。好、哦、来。简单讲啦吼，一个国家甲一个国家起小台吼，赢就赢，输就输嘛。啊，那世界大战这些国拍，哦，拍七拍八拍，拍到尾啊，迄个终于胜利了，吼、哦。咱知影讲，蒋介石伫中国拢总咧招呼日本人着，焦土政策捌听过啦吼、哦。来，我甲你烧无半晚，我看佫走。啊，走了吼，到尾啊烧一个长沙大火，家己去烧到安尼烧到5暝5日吼、哦。啊，过来。迄、那个首都对南京啊，迁来重庆陪都，到尾佫想要去迁去西康吼，啊，美国人原子弹击落，好了，全世界产生一个一路打败战的战胜国，为甚物讲？中国蒋介石啦吼，啊，一路拢伫拍败，啊，结果人原子弹击落伊嘛，哦，我是世界几强之一吼、哦。所以规个西太平洋，咱拄则咧讲的吼，包括菲律宾吼，包括像南洋诸岛吼。迄个台湾嘛来轰炸嘛来扫射吼，啊，琉球打最惨烈的登陆战吼，啊，到尾啊，日本东京大轰炸，尾啊，原子弹击落，拢总美国拍，美国拍啥意思？你甲看，死遮济人啦，受伤遮济人啦，军舰沉遮济啦，飞机去用叠遮济落来啦，所以一旦啊战胜，他就成为这个战区的主要占领全国啦，是安怎？即嘛赢要求偿啊，吼、哦、要处分啊。啊！我损失我上大，啊！我安怎损失偌济我上知啊！所以，迄就成做所谓主要占领全国的观念啦。哇、啊！即嘛唔是咱讲啊，是美国家己讲，讲我美国就是迄个主要占领全国。啊，过去吼，即、這个主要占领全国是藏伫旧金山内底上尾条，哦，23条，哦，写讲迄个包括主要占领全国的美国。哦，恁都爱签署了后，啊，其他只国家拢同款，即、這个签署，而且旧金山也都爱去上登列国会追认了后，再个上登来，安尼才有效。所以主要占领全国的经过旧金山海内底，并不是特别强调。啊，但是吼、哦，即、這个旧金山海，尤其是譬如讲即个23条吼，我相信唔知道有几千个学者，还是讲几万的学者，还是讲几万的博士，拢总读过啦。啊！但从来没有人发现讲去甲注意讲啊，这句主要占领全国有多么重要啦。哦，因为迄个条文嘛，唔是咧强调讲主要占领全国这个物件呢，伊是咧讲啊，恁在上登后，恁的国会签署的迄个同意签署的不上登，安尼才有效才会生效。哦，啊，作为主要占领全国的美国，这句话叫咱的秘书长发现到吼，怎、哦、用这句话甲美国假死死啦？所以到今仔日吼，美国差不多无法度参咱辩论，就是讲这你干啥呢？啊，事实嘛是呢，你是主要占领全国呢。这个台湾的问题的基础现在在扰乱，一直到今天没有解决的。这个《旧金山合约》当作主要占领全国的美国，你就是要负全部的责任。哦，迄就是咱到尾吼，咱讲的大声吼，就是用这句话将美国搞个死死死。好。所以咱知影讲，哦，这一个数字，咱一个观念吼，啊，其实像那美国会成为主要占领全国的，它的损失这么大吼，啊，过来吼，过来咱较轻松啦吼，啊，看一个图片啦，好来，即马这张吼，这就是迄个太和舰啦，
太和舰吼，对全世界伫当时上界大个航空母舰吼。啊，你甲看吼，即、這个太和舰的即个船尾吼，船头啦吼，船头翘起来。以前的航空母舰拢船头翘起来，吼、哦、啊，但即摆航空母舰拢平，吼、哦、美国航空母舰即摆新的拢平吼，啊，但是迄个中国。去共买一台迄个报废的航空母舰，啊，转来家己安怎改装，安怎改装，咱是多看哦。我来去用这个翘起来，其实翘起来是较古早的设计啦。哦，你惊动力不够啊，撑袂起来，啊遐用翘翘吼，啊，这飞机飞起来怎呢？先出来拉高吼、哦，啊，但是迄会影响迄个上冲的动力呢。你啊爬起来，你会去会动力会影响吼、哦，所以这是较旧的设计。哦，啊，你即摆美国新的设计是。飞机要起飞，毋是靠讲要先爬起者，才爬起吼。包括运用迄个蒸汽的弹射吼，的帮衬，所以真短距离，迄个飞机就飞起吼。啊，太和舰是当时上界大吼，但真可惜吼，几摆战役内底并没有发挥很大的功效吼。啊，尤其是上尾啊，伫迄个冲绳战役吼，啊出来就叫拍点吼。这嘛是当时最具威力的大诶，迄个巨炮啦。这上界大诶炮，会使拍3公里以上吼、哦。所以武器参工业诶发展吼有关系吼、哦。这以后若有机会吼、哦，咱搁对这战争史，还是讲迄个科学诶发展参武器诶变化吼、哦，来讨论啊，真侪故事好讲吼。哦，这应该是画啦吼、哦，应该是画图吼，很惨烈吼、哦。好，过来，哦，这就是。大和舰哈，船头就翘起来哈，啊，这嘛大和舰，这嘛应该威哈，这就是尾啊，大和舰伫冲绳海域哈，啊，美军甲轰炸哈，要甲轰炸，美军无自杀飞机啦，但是美军就叫做俯冲战士，俯冲，你若要甲炸的时候，啊，船会走，啊，我就爱飞落机咧，炸弹你甲你沉咧哈，啊，日本人说一日就该载落咧哈，啊，所以这个图是，你走来你闪来。人咧甲轰炸，要甲轰炸，这太大号战哦，啊，到遐大只吼，啊，其实嘛真扭捏啦，啊，但搁个扭捏嘛到尾也无效吼，因为美军的迄个飞机太侪咧吼，两三百只伫个顶悬，啊，沉没吼，这嘛沉没图啦吼，好，哦，美军登陆琉球，海军陆战队，吼，啊，船甲你载来，过来爱登陆吼。所以沙滩的登诶，迄个滩头战吼、哦，并不特别激烈。咱知影讲诺曼底登陆就无同啊吼，诺曼登陆敢若登陆敢若咧沙滩咯吼，就死足侪人吼、哦。啊，但是琉球的故事吼、哦，伫迄个沙滩的登陆战况并不是特别激烈，因为当时诶迄个首长就是用口袋的战术。我这先唔讲你，你若起来了再来陆地对决哈、哦。好，哎。哦，后来咱一张看了吼，所以这节的课会稍微较轻松，看图较轻松吼。后来，哦，这呢，真正那是海上长城在讲的吼，军舰几啊千只吼，啊登陆了吼，哦，这嘛是吼，万箭齐发啦，万船齐发吼，因为到尾啊，迄个琉球登陆战唔是干那美国拍的吼，包括英国，包括加拿大，拢有出军舰出来吼。英国出的太平洋舰队，但是大部分拢是做后勤，啊，甲防止台湾这边，迄个英国的军舰，所以英国的损失较无遐厉害吼。然后登陆战是这个型吼，啊，美军啦吼，看顶悬吼，唔知是自杀机要落来吼，自杀机袂弄这款的，袂弄这个细只吼。好，哦，都爱爬去抢滩咯。这图片我捡的是吼，有几个来源，啊，最头捡。哦，我要讲故事，我唔知道有小看一个迄个故事性吼，啊，就看甲白，后来即马船来，过来登陆吼，迄、哦那个水压吼，啊，过来哦，行爬起来吼，安尼小看到一个故事性吼，好，啊，即马爬起来，滩头站并不特别显得激烈，我、哦、那有吼，哦，啊，即马开始在烧台啊吼，陆地战争真的是很可怕吼、哦，咱等下来看过较侪图吼，真的会有所感慨吼，讲、哦、人敢袂当安尼用较理性嘞。爱用讲道理的，卖小看的冤家吼。好，哦，啊，但这个图吼，有足侪是当时美国的间谍记者翕的，啊，当时是刊伫当时的杂志或者《Life》的顶端。啊，这个美国间谍记者吼，有足侪图拢翕甲拢袂输
美军遐度假啦，哈哈哈！敢小姐足轻松个，就看咯，那下恁看恁就知吼。啊，碉堡这特点啦，日本的碉堡，规个拢种防御公司做甲足好吼。啊，尤其是讲要守首里城迄个所在吼，即款个碉堡足济吼，所以尾啊日本无法，哎，美国无法多用火攻，吼、哦，用火吼，用火情下吼、哦，你看，用火情下吼，好，这着伤吼，看起来这个是美国兵啦吼。你得看，咱是美国兵啊！手拿看到什么什么啦？哈大机吼、哦，可能是美国兵啦哈！哈、啊，要紧哈！好、啊，这是美军哈！啊，这嘛应该是美军哈！啊，因为这相拢是当时间谍记者还有兵民，因真爱翕这个相啦哈！尤其是间谍吼，跟小朋友啦吼，啊跟老人啦吼，还是讲啊跟一只狗啊啦，一只鹰啊啦吼，啊来翕起来讲哦，你看我们美军非常有人道的思考哈。好，美军好，过来战帽者，我想这是临时的那个埋葬战士级的军人的哈，这不是正式一条啊下来哈。好，过来。好好，那像咧郊游旅行的地方，好，二战哈、哦，来过来，好，坦克嘛去了哈，哦，追压了哈，这咱应该拿伫金门这边人拢知影这款物件了哈，啊，即卖追压无共款了哈，即卖追压是怎追？迄个对海中了后去一日，就阁继续行，阁恁若走出来，还着继续阁行哈。以前水也袂使吼，好，战后战争中吼，好，过来，好，炮击，哦，走出来吼，美国人讲过最爱用这吼、個，哦，那是安尼，对，好，了就直接卸降油啊吼，啊，过来，啊，秘密伞兵坑内底，这唔知他住迄个是无吼，应该是吼，好，过来。哦，那像安尼，真轻松咯。美军的迄个图吼，啊，这嘛是吼。所以咱今仔去看琉球的，已经这些痕迹拢无去啊吼。啊，你当时真的是很惨烈吼，都直直拍嘛吼。哦，这啊，然后就钩子公式，飞潜哈。哎、哦，每次在郊游旅行的哈、哦。啊。哦，搁咧写辛苦，哈哈哈。所以上面啊哈，上面一个间谍记者翕的相片，寄等于美国本土。哦，就是要甲美国人报好消息较济啦吼。啊，所以若讲啊，有迄啥物较惨败，除了讲非常严重吼，啊无大概是袂报，一般拢安尼吼。好，所以这相拢美国翕的吼，这是用美国做主体咧翕。啊，这嘛是吼。啊，哦，这就是载落来的零式飞机吼。哦，你拍的是先做安尼啦。恁做兵捌个夜间射击无？捌啦吼，啊我嘛捌吼，啊阮迄个连长讲安怎？讲唔免上啦，要上啥？暗暗要上啥？你枪头拄好着就好啦，叫你拍一边，你卖拍你这边去，就好啦。哦，啊真正是枪支就一条火光吼，真正是安尼吼。好，爆炸，好，闪星沙滩。所以早期的迄个航空母舰啊，这巡洋舰顶管的这个雷达方面吼，做个足管的吼。好了，这什么人？为什么？空中特工队创始人，日本海军大西隆治郎中将。哦，八月十六，八月十五什么日子？日本天皇御音放送，御音放送就是。导航啦，哦，啊，听到日本天皇导航，这个将军自杀，54岁嘿，啊，自杀是安怎呢？伊参一般的日本人自杀无同款，
来读看卖咧。大西龙智郎在天皇裕仁宣布投降以后，为着伊推出的战术，造成差不多4000名日本青年的死难，以及伊的家属致歉，哈、哦，切白自杀死亡。但是为着表达其歉意，大西没有招请协助自杀的介错，就是头壳甲斩落来。哦，你知影日本人切白自杀是，伊切了了后，吼、哦，啊，另外一个来头壳较紧甲斩落吼。可以会当予伊较免遐痛苦嘛，吼、哦！所以大师嗯，我切白自杀，结果拖15点钟以后才死。原因伊就是讲，我用这么痛苦的死亡的方式来对这4000个日本的少年人道歉啦。哦，所以无用借错吼、哦，即减少痛苦，协助斩首之人。所以伫七八后15点钟才死。大西言表示，希望日本所有战后留下来的人，会当共同致力伫日本的重建甲世界和平的建设。所以伫迄个讲，伊讲讲安尼，规个物质当中无啊，咱知影到尾啊嘛有人肉炸弹呢。搁到尾啊吼，神风特工队飞机有迄个用茶做呢。哦，到尾啊吼，所以非常艰困的方式之下，不得已想出来的办法吼。啊！但战败了，伏击转全部的责任，哦，而且以最惨烈的方式自杀哈、哦。这就是台独咱咧看这个哈，54位哈、哦。然后，哦，这大概是神龙特工队装过来的，迄、那个航空母舰的甲板顶我的图了哈、哦。然后，这神龙特工队哈、哦，一对准就甲载落哈。然后，这嘛是准已经点一半哈、哦。好，神龙特工队的队员。到尾啊，吼，到尾啊，伫尾期吼，平均年龄才17岁啦，17岁吼，啊，咱看卖吼，必死，迄个必死吼，伊迄个航，迄个做神风特工队吼，头壳八个迄个布条，为是个日本旗吼，啊，日本旗边啊写啥你知无？必罪。一定要对落来，一定要甲弄落来啦吼。啊，必死嘛，人写吼。啊，过来吼。啊，这拢是神龙特工队的队员吼。1940年参战队，平均年龄17岁吼。啊，这个嘛，神龙特工队队员吼。啊，这嘛是，来，咱看卖吼。好，御前九，我要登基进行吼。啊，五天龙了后，饮一杯御泉酒吼。哦，啊了后，无来一杯写一杯啊，一个意思啦。茫茫飞机驶袂准啦。好，哦啊，最后大家行一个礼吼，啊，就爬起飞机啊。好，这就是咱住伫宜兰的一个张姓的吼。伊少年伫台办咧读册，啊，当时17岁，安尼伊较大汉，人生了体格好，所以当时去用。选做神龙特工队的预备队员，哦，啊，到尾啊训练了后，回来台湾，对宜兰的机场，在那个冲绳战役飞出去，这就是他的想，当时17岁，神龙特工队张正光台湾人，对新竹啦吼，我会记是对宜兰的飞机场出，伊宜兰人吼，但是伊无死啦。伊参伊个台湾两个人吼，飞机飞起哩，无偌久，啊！伫空中就去予美军甲接落来，啊！接来了后，伊去予迄个美军甲救起来，啊！一个月后，日本人投降一个月后，才甲送登来台湾，也不是啊，无讲成为俘虏啥，送登来台湾，啊？哈哈哈！啊！但是吼，伊登来台湾了吼，伊尾啊。开始有做生意吼，啊，讲尾啊去香港做生意了，煞袂当转来，哦，国民党要甲掠，啊，要甲掠啥物？伫香港袂当转，一直到50几岁戒严了后，啊，才转来台湾。所以这人即摆要伫咧，所以咱伫迄个冲绳战役吼，有一挂零式战斗机吼，是伫冈山装配的，讲迄个冈山吼，啊，然后新竹飞机场。飞出去的零式战斗机，台湾囡仔使，迄个宜兰的飞机场飞出去，
拢总差不多一百个人左右啦，才有一百家左右吼。好，吼、哦，啊，这就是疫情酒咧，咧出来进行啉疫情酒。好，这是建楼最尾啊，吼、哦，真正拍甲无啊大吼，用茶咧做飞机啦。这拢真诶吼，这拢真诶吼，所以美国人尾也是讲，啊，你都拍甲安尼，还要搁你拍，干他唔导航，吼、哦，还是迄个到尾啊。美国评估，尤其是琉球登陆战了吼，啊，美军死啊侪吼，这个美国啦发现讲，那真正讲要逼甲日本投降，都爱拍日本的本土登陆战。啊，若要拍日本的本土登陆战，上少爱准备一百一百万美国的少年人来战死到日本。哦，所以迄我想原来是尾啊，美国啊，关注段结落啦，哦，能力结落啊就解决吼，就怎最后就投降吼，所以。日本人迄个奋战吼，诶，迄个精神真正咱无法度想象吼，根本拢无啊，还阁用茶做。啊，我听讲啦吼，这个茶，这个自杀飞机吼，要飞起的是爱一只吉娜飞机安怎个牵引吼，起伫空中啦。哦，啊，然后起伫了后吼，接近目标，再脱离一只母机，吼，再一只甲带一只迄只飞机吼，啊，然后再发动引擎，哦，啊，再转对迄个军舰来载落吼。那么咱要过人肉迄个潜水艇呢？哦，到正的目击吼，那、哦、这是一个美国的海军中将，哦，这 Brown 哈，伊讲的话哈、哦。来，什么人会使替我读一个？中文嘛好，台语嘛好。亚秀来，主管来。啊？好、哦。拢会使。来，什么人在读？来，我好，这个想笑的来。哦，你来，就把它读出来就好。哇，叫你读啦，你读啥？安尼一个如此的，啊不不不，甲咱西方铁盒所背离的场景。伊所带来的是一种催眠般的入眠，咱无像是攻击的受害者，但就是怀着某种冷漠恐惧的目击者，伊观看一幕。令人惊叹的奇怪的心情，目睹每一只新风飞机下场，迄一刻，咱袂记家己思绪着天上的迄个人。天上的迄个人是安怎的心态？安尼大家较袂爱困吼。哦，这个海军中将吼，爱徛伫迄个舰顶顶悬吼，啊，看到这日本的少年人啊，飞机一只地载落吼，啊，才讲一句话啦。伊讲想无呢？哦，这参咱西方的迄个体力无同款呢。哦，伊所带来那是讲是一种催眠。催眠般的入迷啦，咱你甲看啦，像是安尼吼，啊，咱顶多煞无成迄个种叫攻击的受害者，本来是你要甲伊载落来啊吼，啊你甲看你嘛头壳起戆啦，讲啊当时是咧创啥吼，啊就讲观看的那一幕惊叹的奇观的时阵吼，干那咱咧想讲顶悬迄个囡仔是咧头壳底是咧想啥物啦吼，那真正安尼要甲载落来吼，然后一个西方一个美国人。对这个神风特工队吼，一个感想吼。好，这就是迄个神风特工队吼，啊，伫冲绳战役将三台的航空母舰炸伤了吼，拢总无掂了哦。伫迄冲绳战役吼，神风特工队就较无遐好用啊吼。啊，伫菲律宾的是足好用的吼，航空母舰皆得拢掂的，足侪只做下载了。啊，主要是美国没有防备嘛，唔知你日本人来这招嘛，吼、
所以到尾啊，这拢受伤尔吼，受伤尔啊，多利亚斯啊，过来这嘛是吼，这嘛受伤吼，啊，这只就是到尾啊，已经失去战斗力了，这只上严重，所以尾啊无法多退出战场啊，拖等于珍珠港吼，啊，所以拢总三只，拢总三只。航空母舰，但是迄个巡洋舰、护卫舰，吼、哦，迄个两三百只吼，炸了规拢点了两三百只吼。好，这用话啦吼，神风特工队飞机吼，啊，这是一个漫画啦，我看了嘛，好笑好笑吼。意思是载落来吼，啊，人这铁甲吼，铁甲一般吼，崩起来飞机都歪去啊，一跳来吼，你看，不是多假的，还会够强啊。啊，哦，啊，这什么意思？您知无？这是到什么意思？你知无？啊，咱知这是神龙特工队零式战斗机哈。啊，这是哦，看见那普罗皮啦哈。啊，这个图原来有迄个话啦，有讲话哈。这是机师啦，啊，这是一个普通的机工啦。啊，这机师，你提这个创，你提这个创啥？确实嘞，迄不是普罗皮啦呢，迄是三菱的呢。这是三菱的标志呢，你提来创啥？好，神龙特工队就是三菱重机，来设计来装配哈。所以你战迄、那个战争的中间吼，过去日本轻工业迄个工业基础非常的用哦，所以一旦啊战争一个变哦，马上变作生产飞机、军舰的迄个重工业吼，包括川崎、卡瓦萨基专门做战车。哦，啊，这个所有的这个飞机，所以顶一下咱，我会记得咱秘书长有咧甲各位讲，你讲飞机的引擎声偌大声，啊，美国咧武无法哩，哦，啊，日本讲来，提了解了，对三菱重机甲改迄个噪音全降低甲足低吼，啊来，过来，最后八月十五日，举水作战，咱头来讲这个就是举水作战的司令官，隆重发动攻击十一摆。哦，所以八月十日导航了哈，举水作战的指挥官的这个宇恒禅中将哈，就是语音放送听了后，伊怎啊塞这架飞机的是彗星号，最后的特工啦，哦，日本天皇讲已经导航啊，但是发动举水作战的这个司令官，就是神龙特工队的这个司令官，其实特工队有几个名哈，神龙特工队是一个迄个，等于讲总称啦吼，每摆攻击拢每摆无同款的名吼，所以用这个彗星号出击做下特工，拼了死哦，这就是迄个神龙特工队司令官最后死的情形吼，中将。好来，这就是吼，1819年2月4号，1918年8月15日，天皇报上了，伊家己一个飞机赛的，搁较载落吼，最后的特工，最后的攻击好。空中向拍到迄个神龙特工队哈，啊，整个虎丘这里，啊，吼、哦，这轰炸是准拢爱闪的款吼，拢都安尼较紧走迄个曲线的形式吼，看会较袂用炸着吼，啊，一只载落啊，一只顶悬，啊，美军，啊，沙头。不要紧，哦，啊，这又过一个广告了哈、哦，这是一个琉球的囡仔，啊，两个美国的军人哈、哦，啊，做伙秘伫迄个伞兵坑内底哈，我想这往那内内底最爱订这类的相片哈、哦，哦，啊，这嘛是啦哈、哦，啊，当地的平民啊，看到真艰苦的款哦，啊，美军队足高义哈，好，红掠的，咱会记拢总7000几名，日本的俘虏哈，啊、哦，西里沙滩顶悬。日本人哈，啊，敢那死日本人嘛无讲多啦吼，嘛是爱找几张啊相是死，吼、哦、美军战死的吼，啊，这是滩头哈，好了，哦，这张机啊较无遐出名，哦，另外一张搁较出名吼、哦，这就是一个部队的小指挥官吼，啊，伫Okinawa苏里，就是，就是迄个苏里城吼，诶、哦，城墙插美国旗的啦哈。哦
哦，这嘛拢美国的报纸真爱看的吼。啊，但是有一张更加出名，对一张吼，这是什么人？哦，麦克阿塞吼，这可能是菲律宾的战争啦。哦，好，过来这张，这张上出名。硫磺岛吼，大家拢知吼。哦，硫磺岛浴血战。哦，啊，到尾啊，四个美军诶，这个海军陆战队吼，啊，攻上一个高地吼，啊，怎安尼？将这个美国国旗要甲插起，啊，拄啊去哦，一个战地记者去甲翕着吼。咱知美国这个宣传的吼，讲本月几歹势吼，这个宣传的吼，这张相片叫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司令官看到吼，伊安怎讲？尾啊，这四个拢等于美国变英雄吼，啊，四个在讲，四个演讲，四个无看吼。好，啊，所以迄、那个当时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司令官看到这张相，安怎讲？讲凭这张相吼。会使鼓励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士气500吨，啊，这张真出名哈，这张真出名。好了，但是嘛好，战争结束了哈，你甲看哈，有底下我那有真济一款的做纪念堂啦哈。我若看到这個，我就做怨叹的哈。咱后礼拜就是所谓228嘛，啊，台湾四界啊，拢是安那228纪念公园、228和平纪念公园，我是咧纪念啥？是咧纪念阮兜去红台足爽快是吧？迄真正毋知芳草呢，即款代志咧用纪念诶。迄咱若起来吼，迄、那个纪念盖好了，啥物叫做纪念？迄是大屠杀，迄是遮尼悲惨诶代志。你用纪念，你若讲咧结婚纪念日来纪念都袂歹啦，生日来纪念迄拢袂歹啦。纪念是咧纪念好诶代志，歹诶代志咧用纪念诶。日本人无咧用纪念诶吼，用纪念。哦，祈祷的迄个心情吼，啊来经过来反思，啊这经过的事件是安怎，所以因是用祈念来咧对这个代志吼，解释这个代志。啊，然后再过来的国定公园吼，啊这和平就是和平的基础，其实这都懵了懵，迄个战士者的光芒吼，啊 cornerstone of peace， 所有战士的人，而且所有的名当中的这内底吼，恁即马看到这是。金拍吼，啊，这是远，规个海边，规片拢是吼。好，这嘛是吼，和平纪念公园，无人要讲迄个做纪念公园，敢那中国人咧讲，啊，中国人讲对啊，纪念咧，吼，恁台湾人我屠杀我足爽诶，所以纪念吼。好，所以咱个倒转来看吼，整个琉球的故事，就是一个战争以及战争了后，迄、那个战场诶处理诶标准模式啦。完全按照战争法，去伫第一时间占领，过来第二时间你爱托管，托管了后你爱组织，就是将行政权交予所有的当地人。哦，所以咱知影讲，啊，这个当地人就是琉球人，啊，这琉球人这个民政府，他的组织成立完成，过来运作成熟了后，再来予恁决定何去何从。所以咱知影讲，伫这27冬，1945年到1972年这27冬久。琉球人是被称为什么？没有国籍的人呐、啊，伊都要被决定了呀、啊，哦，所以这个中间，伊唔是日本人，伊嘛无可能变作美国人，为什么？占领不能依传主权，琉球袂使变作美国一州，琉球人袂使变作美国人，对不？哦，啊，伊嘛唔是琉球人呢，咁对。伊还未做决定以前，他不是华丽的琉球人呐、啊，因为这个世间都无一个琉球国嘛，要未的嘛，所以伊唔是日本人，尾啊决定咱怎讲，伊个变作日本人吼，啊无可能变作美国人，伊嘛唔是华丽的琉球人，所以伫这个中间27冬久，伊就提啥物？好，琉球登陆战吼，1945年3月23号吼，甲6月22日吼，才完全结束吼，好。哦啊、所以我們這個又累扣一次、哦、因為我們重點其實是在這裡、哦、4月7日馬上成立美國軍政府，1945年8月20日、啊、8月20日什麼意思？琉球登陸戰已經結束接近2个月、哦、然後馬上成立沖繩諮詢議會啦、哦啊、這個沖繩諮詢議會就是說美國人去了、哦啊、軍政府設好了、啊、但行政官要交給琉球人但是要交給我吃迄一个政府的组织遐尼大，还是要交用个只，所以开始用议会方式，哦，啊，咧指派几个
然后这议会方式，这人啊，再搁来完成整个组织架构的，像咱今仔日安尼吼，请几个人认同的人来培训，啊，培训了整个组织架构，当然参琉球小学无同款，但这个美国伫琉球所做的，就用这个方式，过来在每一个地方成立民政府，哦，啊，到1950年变作琉球咨询委员会，就等于讲全琉球的即嘛变作遮大地呐。哦，啊，恁过来要决定讲变成中央政，变成琉球政，我恁都会使做啊。所以咱真辛苦吼，啊，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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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吼，啊，到今啊，恁50届啊吼，啊，唔是，是嘞，十一届啦吼，这是高级班啦吼，啊，初级班已经50届啊吼，两礼拜一摆，已经50届啊吼，所以咱到今啊日，美国甲咱讲，咱会使成立做正规组织吼，所以这张就是伫第七个阶段，1950年12月15号。琉球列岛美国民政委是美国发一本来的，你拢看过哈？这张拢看过哈？啊，这本就是当时还没有决定何去何从，而且琉球人因为战败的关系，美国爱甲管辖哈，爱甲爱甲管辖，然后美国就爱发一张给因啦，啊，无生活要怎行？免怎无袂使嘛？哦，所以才发一张，和当时的琉球人。但是这张琉球人提这张，唔是美国人。这张就是干那讲，暂时这个经营伫美国管辖之下，这人说颠倒病会当接受美国宪法的保护，会爱服从美国法律，暂时服从美国法律，服从多久？27年嘛，哦，一直到1972年，因决定何去何从了后，啊，这就无效啊，已经明朗啊，要阁规定日本啊，琉球人重新阁一摆，叫做日本籍的琉球人，吼、哦。所以这个中间就是这本吼，所以咱的团队发现着这个代志吼，咱得个美国国时，迄个诉讼标的之一就是要求讲美国你也出来，哦，咱这人伫二次世界大战了的问题，以及他的后代到今天都还没有解决，这个责任是美国的，所以美国你也出来负责，吼、哦，啊负责的第一步啊就是爱发一张旅行护照给咱，啊但是美国讲，哦无讲呢，琉球当时无中国人在幺八叉呢。啊，对方也无一个中国在遐，伫每日在遐画要拍要抓呢。哦，所以恁爱先真正的台湾人，就是咱咧讲的本土台湾人的那个定义，甲定出来。哦，啊，然后这些人以后要决，包括以后要决定台湾的何去何从，吼、哦，也是以后哦，咱起来了后会当接受美国宪法保护，就是这些人，这些人才是二次世界大战一直到今天都还没有解决这些人。哦，所以法理上我们被认定是没有国籍的人。哦，啊，然后因为安尼，才等到会当接受美国宪法的保护，同款暂时服从美国法律，很清楚嘛。哦，所以咱个国吼，啊，美国法院头开始嘛，参与543嘞吼，啊，尾也无法度啊，伊无法度甲你讲，你讲你拢无理，啊，当然嘛无法度讲，哦，我好，我甲你判 ，yes 好，美国总统太苦哦，国务院赶紧嘞，爱6个月之内发落这将近2000万的本土台湾人一人一本迄、那个旅行证件，所以第一步就是身份证。身份证开，你才是有资格或接受美国宪法保护的人。哦，以后适当的时期，恁的政府哪拢总运作成熟，啊，恁要安怎决定何去何从，迄阵才来决定。迄个所谓琉球魔术啦，哦，迄个是安怎？我将这个琉球的故事吼，啊，搁一摆甲直接甲各位讲吼，啊，唔忙讲大家安尼小可有一个印象吼。真济人咧讲吼，讲吼我这。国民党遐大鹏，哦啊，军政特遐厉害，哦，古早228吼，白色恐怖里遐济人，啊，敢有法度甲处理，敢有法度解决，吼、哦，真济人会咧问吼、哦。我甲各位报告吼、哦，你若稍微回顾美国的战争史吼、哦，你就免烦恼济啦。哦，美国从立国以来吼、哦，打过什么战争？来，第一行，独立战争过来。啊？那照时间来了，照时间来，接着走啊，对南北岸去。好，独立战争过来。好，印第安人战争过来。啊，美西战争要不得啦，无你嘛先拍一个墨西哥战争。啊，过来嘞，南北战争啊嘛，哦，啊南北战争过来嘞，要不得啦，要不得啦。美墨料哈，咱讲啥美墨料，就是美西嘛。哦，美西战争，咱就是用美西战争的例吼，啊，咧思考讲啊，台湾嘛战争以后的三诶问题吼，所以真早较早期的迄个解说方式，就是用美西战争的解说，包括菲律宾，包括对，古巴过来，关岛过来，
波多黎各，波多黎各，哦，所以这拢是美西战争以后爱处理的代志吼。啊，即摆接了过来咧，第一次世界大战，过来咧，第二次世界大战，啊，过来咧，要不咧啦，过来韩战，哦，对对对，啊，韩战过来咧，哦，来过来越战，啊，过来咧，台湾就有啦，哦，台湾无拍起来啦，哦。哦，过来就拢总对中东哦，对欧洲哦，规个拢对遐去啊吼，一直到最近哈，啊，所以美国拍战争的动机真侪款吼，早期是迄个为着独立，为着英家己参英国迄个冲突哦，英国要甲扣淡水，受不了就徛起来吼，所以美国的战争一直到今日，现在情况是甚至人权凌驾在国家主权之上，对不？哦，你若讲有啊，我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但是我对我家己百姓，乱师傅，乱师傅，诶，美国挡袂牢呢？哦，美国可能就出手哦，先甲你谴责，安尼啊，继续搁对你家己的人，家己遐过分，有可能就会出手吼、哦。所以到尾啊，战争的方式，对着早期诶，迄款讲啊，领土的扩张也好，还是讲对迄个殖民地的战争也好，一直到即嘛，人权凌驾在国家主权之上，美国的战争经验是非常丰富啦。啊，这非常丰富，不要什么意思？对，对你迄个战后的处理经验老道啦，你都唔免烦恼啦。哦，海山什么经验？哦，你要讲什么种族灭绝啊？什么武，家己要创什么武器是安怎？到尾啊，到了民政府马上起来了。哦，占领不能移转主权，尽管赶快搞当地政府。所以美国对处理间谍的这个事务的处理，对于二次世界大战，伊都非常按照国际法的这个法律在处理吼。所以你都免烦恼，包括武器嘛是吼。美国的战争是对，还有对迄庆功钱嘞，庆祝个钱嘞，拍者看苦嘞，看个钱。迄、那个独立战争的武器先嘞嘛。拍到今仔日是六次元的战争，海底、水面、陆上、空中顶端，搁预警机顶端，搁卫星过来嘞，全面的网路战，啊，美国经验足济，所以中国今仔日讲啊，一只船去共买来啊，改装装嘞，吼，伊就吼从此是迄个称霸大太平洋，已经有航空母舰啦，哎，你比我看起来足好笑的吼，讲下当你妈妈安尼吼，啊，过来，这就最后咱做结论啦吼。讲美国国务卿杜勒斯 John Forrest Dulles 哈、哦，这个人旧金山合约就是一个上界重要起草人哈、哦，啊，伊个阿公就是起草马关条约，所以两个拢是杜勒斯哈、哦。啊，来，这有啥物人好当要去读无？用北京话读较顺啊！来，你读一下，用北京话读着，来，处理有关日本南方与东方的琉哦东南方的琉球群岛及其他岛屿，允许日本保留残余主权，让联合国托管，以美国为管理当局。有两条嘞，哦，还得先装，咱经过理论，或者入水美战哈。好了，过来，快进来。我们共同期望是在当天，连天烽火的战争中让日本新生，这不是愚昧的期望。日本伟大的文化与传统能够出色其其实，实地孕育出所有国家与民族在全球性民主自由下都会拥有的优越美感、美德。这个讲啥？美国参日本是敌人呢？美国参日本是敌人吼、哦，啊，美国叫日本拍甲真凄惨哦，虽然是这样吼，但是战后美国态度是安尼，你来看吼、哦，真精彩吼、哦，这不是愚昧的期望，日本伟大的文化甲传统能够出色且真实地孕育出所有国家与民族在全球性民主自由下都会拥有的。
优雅美德，他是可敬的敌人。李碧国来讲，好，最后讲哈。但是让为了让权力实现，日本需要自由政治体制，既引导出蓬勃的成长、社会的进步、司法的公正、人道尊严的觉醒、自尊心与他人的尊重。这就是日本，就是美国的战后对日本的态度哈。啊，咱时间拄啊搞过超过一分钟哈。啊，真多谢大家。谢谢你。今日休困食饭。咱高雄州的迄个坐游览车来的东西，稍等一下，啊有代志要甲恁通知。坐游览车来的高雄州的东西。请咱迄个高雄州坐游览车的东西。